Hello， 大家好，我是盛老师，爱美的 OL 们，你们的化妆台上面的瓶瓶罐罐，动辄也要上万块吧？其实真的不太可能把它们全部都带出门。但是如果肌肤临时遇到了危机的时候，不管是上班或者是旅行，化妆包越带越大包，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所以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肌肤出现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不用一大堆瓶瓶罐罐。今天就由我盛老师带大家来直击办公室 OL 们的化妆包吧，走。Hello， 小姐你好。林子老师，可以借我看一下你的化妆包吗？我的化妆包。对。好啊，我东西超多的。很大一包哎。哦，因为我的皮肤很敏感啊，所以如果带不够的话，超没有安全感。那你知道你的化妆包有多重吗？不知道。我们来称称看好不好？好。哇塞。1.5以上哎，真的很大一包哎。有什么护唇膏啊，紫草药膏，对，还有这是消炎止痒啊，因为我皮肤很容易干痒起疹子啊，对，所以呢如果没有带这些东西，然后再一直补东西进去的话，就是会很没有安全感。老师我也想称看看。你要称称看吗？可以啊。啊，你的化妆包感觉比较小一点。对啊，但还是感觉蛮重。我们来称称看。哇，你这样子我看看，哇，也有将近1公斤呢，有那么重？看到底都带了些什么啊？我可以给你看，我们可以看一下吗？好啊。哇，有点多，因为我真的很容易长痘痘，然后也很容易出油，哇，所以像这种遮瑕膏啊、吸油面纸、啊，然后痘痘贴一定要带，痘痘贴，这也是擦痘痘，擦痘痘，还有消炎药啊。哦，消炎药，哇，你都可以开药局了哎。我也这样觉得。小姐，我可以来看一下你的化妆包吗？没关系啦，看一下嘛。哇，这么大包都卡住了。对。哇，真的也不小哎。对啊。我们来称称看，好不好？好啊。也有将近0.8公斤。真的耶，我都没称过，我都不晓得。哦，其实蛮重的。你到底都带了些什么？因为我很容易长斑啊，然后我的皮肤又是干性的。所以保湿喷雾跟防晒喷雾是必备的。哦，那我还会，对呀、啊，好，我还会带精华液，精华液，对，还有遮斑的，哦，斑点，对，不然我到下午的时候都常常会脱妆，干到脱妆啊，斑都跑出来。对啊，如果可以，我也不想带那么多东西，真的也不少。各位爱美族们，其实真的不用这么的辛苦，你看看我这小小的化妆包。而且好轻哦，对，而且称起来更轻。来，我们来称称看，有看到吗？哇，怎么可能？放了什么东西？好，给你们大家看看，里面就我有工作用的，像我的粉饼，然后我的眼药水，然后我的护唇膏，接着就是要这两罐德美的万用舒肤露，还有活颜焕肤乳，就可以轻松的搞定哦。老师，为什么这两瓶就够了呢？对，那因为德美呢独特的成分呢，女内斯的新激素呢是从牛初乳里面的乳铁蛋白中萃取出来的，所以它可以帮助你的肌肤做到什么呢？它可以帮你的肌肤呢达到一个隐形的防护罩，而且是针对呢阻挡你的紫外线，然后脏空气，然后 PM2.5 的环境的刺激。而且我跟你们说，经过医学的研究证实，乳铁蛋白呢它可以恢复皮肤的基底层，可以提升呢皮肤的防御力。所以只要这两瓶就可以取代化妆包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解救你日常生活中各种皮肤的危机哦。所以可以做到什么呢？防护、修复，还有抗老的革命性的保养品。万用舒肤露呢，可以取代化妆水跟精华液，而且呢，活颜焕肤乳呢，它是一瓶抵两瓶，是哪两瓶呢？就是你的眼霜跟你的乳液，而且呢，还有你的颈部都可以当做颈霜来使用。哇，真的假的啊？好厉害哦！所以呢，每天早晚如何使用呢？就是呢，先使用万用舒肤露，再擦上活颜焕肤乳，完全可以 PK 什么贵妇级品牌抗老等级的保养品。所以呢，你们大家要不要赶快来试试看呢？要试。老师，像我这样肌肤很敏感的，你看我的手又开始干痒起疹子了，像这样也可以用吗？当然可以啊，来，我先帮你擦上来。
好，因为它里面独特的乳铁蛋白的生态啊，它非药物的成分哦，所以它可以温和的修复，还可以在你受轻扰的肌肤上面呢，形成一个自然的隐形保护膜。老师，像我啊，脸超容易出油，就算用吸油面纸，还是一直长这些痘痘，那这样我也可以用这个吗？当然也可以啊，来，我先帮你擦上来，就脸上来，擦在痘痘的地方。而且呢，万用舒肤露呢，可以平衡你的皮脂之外呢，达到从根本呢去解决你控油的一个效果。而且我跟你说，蚊虫叮咬的时候啊，还有痘痘红肿的状态啊，都可以来舒缓，可以来到修复。而且呢，皮肤在居家生活中呢，不小心的时候挂彩的话呢，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来使用万用舒肤露哦。老师，那我换季都很容易干痒啊。是。对，然后手也是，手都会裂开啊。那我在办公室的时候都会一直喷保湿喷雾，可是都是没有什么用。像你的肌肤呢，在狂喷保湿喷雾的话呢，其实反而会带走你皮肤上更多的水分。针对这种干燥的肤况又粗糙的话呢，我先给你擦擦看。你说你全身也都干嘛？啊、对呀、啊。你看到、哦、像这个地方，还有你的手，你看你把它推出来，然后你看哦，推开来就可以完全的吸收。尤其是呢，你需要舒敏的肌肤部位，都可以靠这一瓶活颜焕肤乳来使用它。还有一些人是什么，你知道吗？像你们有日晒过后的肌肤，需要舒敏的，也都可以使用它来提供你长效的保湿，还有深层的修复哦。是不是很简单啊？所以从现在开始呢，不需要再随身塞满的瓶瓶罐罐，可以帮你的化妆包瘦身哦，而且帮你的皮肤呢加分。而且森老师，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就是呢，万用舒肤露是皮肤科医师大力推荐的雷射医美术后保养必备的秘密武器哦。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专业的皮肤科医师怎么说呢？因为像我们诊所的话，打蛮多的一项皮秒雷射，那尤其是皮秒雷射，我们 的病人都很在乎恢复期，所以呢，常常打完之后还是会有一段时间的会比较容易泛红啊，或者是稍微微肿一个状态。但是呢，恢复期的状况呢，就是因为运用 Lactoferrin 的关系，所以我在立即术后的时候马上帮他使用的话，在本来当初可能大概都还只能退红六成左右，大概现在都大幅提升到八成到甚至九成。